全垒打的攻势。来看一下这一棒打击出去，在右半边有机会吗？一路追过去又上去了，这是单场张志豪的第二发全垒打，是一支阳春炮。张志豪6月25号这一天，端午节当天上演了单场双响炮的戏码。嗯，对，我觉得这一个全垒打，当然张志豪把握住这个诉求哦，这个起球点也掌握得很好，但是我觉得师队的头捕有一点配球 miss 掉了哈，被抓到了。对，因为他前面两个，他前面有两个曲球，其实蛮低的角度他都没挥到嘛，或挥空嘛，这样你用一个诉求跟他对决。乡亲啊，看完影片不要忘记给我们按一个喜欢，还没订阅的朋友帮我按一下订阅频道，并且开启小铃铛，这样就不会漏接每支精彩影片了哟。